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可以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好，我们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关心新时代，大家好，文星老师搞炸，余姐搞炸，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即马最近哦，安怎呢？即马着有个人哦，讲选举哦，讲算甲足欢喜个啦吼。啊，有人呢，算甲安尼起心动念啦。啊，有人是算甲安尼啼啼哭哭呜呜安尼吼，啼啼哭哭安尼吼，啊，着讲袂出来时阵。啊！你即摆你的田哪会去生游览车？嘿，选举就选啊！嘿，啊！即摆咱上好笑迄组就是王川啊，迄组哦，即摆伫放假在西啦。吼，啊！咱即摆就讲到安尼吼，啊！文星老师，唔知你对即边的这个选举吼有甚物款的看法安尼？咱台湾哦，自这个1996年的选举，咱有权利要选总统，到现出事哦。我感觉今年这边的选举上趣味。我逐工足欢喜的。上趣味，因为较早拢安尼，两个电影啊，还是几个电影哦，安尼。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啊，看的人是安尼，烦恼甲安尼。北京语讲啊，讲忧心忡忡啊。啊，哥，你伫几十年前啊，二十几年前啊，你看迄个李涛迄个节目有无？嘿，大迄个叫全民开讲。全民开讲啦，对不？啊，大家点啊讲，啊，我口音入去啊，哦，讲啊，拢大声声，大声声，对嘛？啊，不要三省一个大话新闻。啊，今年开始哦，我嘛时常去看遐谈话性节目嘛，吼，争论节目。啊，我看人家诶，这云叫做什么名？郑鸿仪啊。不，贵下台。贵下节目。在来宾呐，在来宾吼，人家咧讲啊，讲到啊，规场笑甲安尼。啊，所以今年的气氛，伫咧选举，当然有紧张，有紧张无唔对，时常拢会因为发生真侪即款。其实喏，你讲好笑，无讲介好笑，啊，经过因的迄个、因的诠释、因的讲法了后，煞变甲足好笑的安尼，笑甲东倒西歪。就像你拄则讲的啊，我伫脸书顶个，我嘛是安尼问啊，我就问讲，啊，奈科比遮敖？伊迄块田，可以种出小汽车，可以种出游览车。对啊。啊，我只安尼，我种的，啊，毋是番薯，着芭蕉，啊，无着洛神花。啊，老天才无公平。对你无公平，所在就这样。所以今年，我感觉安尼啦，就是讲，咱选去两边伫咧对抢。无唔对，三平啦，几平拢不要紧啦。你伫对墙来讲哦，恁咱会使用家就嘉年华，较轻松咧，较幽默咧，拢袂晓迄落，因遐拢无了解讲台湾人吼，足要爱脱离迄个苦情吼，咱拢爱用迄落较好笑的、较轻松的迄个方式，较正面对啊。照道理讲，你应该出来讲，我即嘛，啊就我今日看到迄个赵少康嘛，当然，伊甲马英九同款啦，马英九，哦，同款就是讲操蛋，对，咱开一寡钱票哩，啊，伊讲即个好书嘛，好书哈，我即嘛一个月佫加一万互哩，啊，啥物名？啊，民哥啊，佫一个月佫加两万互伊。敢若像郭台铭讲，你六月以前，恁啊国家帮你饲，拢开一寡即个钱票，慷慨。啊，干他马英九，你讲个搞出未搞？不好。啊，633呐，嘿，马总统，你的633呢？第一任没有633，第二任也没有633，个今年个没有633啊呢。我就感觉咱台湾人是安尼有袂乖，嘿，哦，这个人跟你骗个安尼啊，后边你不够相信你。是啊，真奇怪。嘿，对。啊，今嘛吼，
即马搁一个较好笑的啦，吼、哦，拢较早是讲哦，你好好做代志就好嘛，啊，即马就出现迄个北皮寮嘛，吼、哦，啊，搁出现迄个土地重划迄啊，我一边我甲三阳老师去坐迄、那个。去坐迄落环状的迄落车，伊讲奇怪，这个车站奈安尼，搁设安尼落安尼，啊，尾啊这边看，他才讲哦，原来伊遐都画一个完整的迄个地啦，吼，画一个迄落从化区嘛，从化嘛，哦，原来伊就是为副市长做甲新北市长吼，搁连任嘛，搁安怎安尼，大家拢嘛想讲哦，伊是。警察啊，吼，警察，警察的迄落形象啦，啊，今仔日足闹开的，你敢知？迄、那个邵少康甲伊讲吼，讲伊啦，吼，好好做代志啦，吼，伊拢面对迄落悍匪啦，吼，伊拢单枪匹马，也没有不用穿那个防弹背心吼，就去为护卫台湾的百姓的安全啊，那伊是咧讲啥哈？逐张相片拢有穿迄落。那戴钢盔好穿。你看谢长廷好吧？谢长廷在头前，啊，伊穿防弹衣。防弹衣搁披在后边，嘿啊，搁塞迄落谢长廷去头前。所以讲话，这拢闹开波景点啦。咱为遮看出来讲，因一帮讲哦，国民党的意愿也好啦，中国人唔知的，改赶过来台湾，啊，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继续安尼伫个遮安尼占领啦、欺骗啦，迄个偌清德伊一个工寮，啊安尼29坪几年安尼，哦，甲伊放假安尼吼，啊即嘛万里的豪宅啦，啊伊讲伊后壁用甲遮水，迄就是遐个厝边头尾吼，大家想讲要伫遐行，讲行有迄落蛇会出来，啊甲伊用互伊水，啊公所的佫嘛有来斗三工用一个安怎美化，互大家坐树仔较开讲安尼，吼，即下就讲崩甲呢无啥无事，啊结果这就是去打着咱台湾人的红线。我若是被死咧，赖清德因遐人啦吼，我就问一句啊，赖清德今仔日做甲副总统，我帮伊甲厝边整理较水者，较好看一下，安尼敢有过分？我来看的人，来参观去遐佚佗的人，我也无甲收钱，也无甲收租金，对啊。安尼敢有过分？系啊。副总统呢？系啊。啊，人伊遐佫生，拄好遐有生一丛树啊，迄树啊嘛毋是用种的，直接生起来。迄一丛树啊，树啊较下一挂迄落。石头椅啊，迄翘翘的，安尼互人坐，本来就有啊，所以实在讲，我感觉因咧拍这个物件拢拍唔对去啦。嘿，哦，伊本来是讲，哦，你来穿着安那都安那，结果你甲看人家迄矿工有无？即款物件，佫甲提出来讲，你看偌侪人会同情古早，就古早，我来讲，若无因啦，你的火车是拢叫人用塞的，是不是安尼？是啊，咱坐火车用塞的呀。对，我是讲，因这的人拢是用生命去换因的生活。对。哦，不是像你讲。啊，佮换来迄落能源，就是迄落台湾的迄阵啊，要启动，逐项拢欠嘛。啊，你干那火车，你无迄落煤炭，你火车敢会行？大项的、小项的发电啦、啊，甚物啦，安尼。啊，问题是即卖少年拢唔知嘛。在一生出来，啊，形容真好贵。生出来都有捷运，无猜无，唔知当初马特布拉自己拉的时阵，啊，偌痛苦嘞。所以我嘛甲人讲，就是讲，即、這个我年纪甲马英九同款。是。哦，我差不多顶下年啦，顶下年。马英九伊是用侥幸的资格，用侥幸的资格去，唔是侥幸，唔是加上惯例，我从。花侨侥幸，我正想要香港生嘛，讲伊娇生惯养的一面啦。好，你先讲嘿。伊伫香港生嘛，所以伊有迄个身份就是娇生啦，所以伊考高中，伊就加分25%，是低四分之一嘛。我若甲伊同款用迄个低四分之一，我嘛是有法度考到建中。对啊，你嘛有法度考到台大，伊考台大嘛加分。伊台大嘛是用迄个特别。
特殊的迄款新闻去考，伊才会着台大。我若甲伊同款，我个个收字，我嘛着台大。对啊。所以伫迄个年代来讲，中国国民党的政府敢若照顾对伊有帮助迄阵人。对，伊培养因家己的人，伊走路来遮。着公教人员。啊，其他你讲做看矿工啦，看工的，你做田啦，你掠鱼啦，这人伊完全拢无咧甲你管。对啊，对啊。迄、那个年代，最近才讲即个叫做田吼，唔免纳土地税，唔免纳水税。你古早的人，落雨田你就叫流失去，嘿，对。无落雨田就打打鼻去。安尼伊要搁来抽伊个水税。对。足无道理的，我到尾啊，才而且可能有良心发现啊，是安尼，水税才唔免嘛哈，啊，迄个土地税嘛唔免嘛。所以咱古早拢去哦，即个国民党甲咱欺负。对。即卖人唔知。唔知啦，因遐拢讲吼，啊，迄、那个诶，即个咱台湾全国讲碳空的迄落料啊，参就偌清着即种的现象的料啊，有两千几斤嘛吼，两千外户嘛吼。因讲哦，要按照迄个照因的迄落诶眷村改建啦吼。我若讲到这个代志吼，我起码是偌累呢，我安尼规百岁呢，规百度专家属呢。因走路来遮的时阵吼，因也无扎甲半地土地来嘛，啊，穿长的遮嘛，讲遮诶国防要用啊，要反攻大陆啊，迄阵要反攻大陆啊，啊，就占着咱遮的迄落老百姓遮的厝啦。吼、哦，迄落叫蛋黄区，拢互伊占占去。啊，部队停咧遮的时阵，爱因遐军管啊，啊，就爱起迄个厝，就变眷村。啊，眷村尾啊，讲改建，啊，因若顺利立钱立两栋了后，因就会当卖，参照王如玄安尼嘛，讲伊差着十五间的厝嘛，吼、哦，就是讲你若这个农民伯伯，伊若分着一间厝，你若两年继续逐个月拢按照立吼，啊，你就会当。迄间厝你就会当买卖啊，伊就安尼等迄落，结果伊一个人都收购了十几间安尼哦。啊，所以讲这个贯穿哦，根本就是咱台湾人的土地，老百姓的土地讲，啊，无你你的那个土地所有权证你提出来啊，废话，迄阵啊的人哪有甚物的土地所有权证？迄天你甲我讲你的厝。哦，讲啊，叫你摕建造、使用执照、土地所有权状去分瓜。我平喺日本时代土脚厝，当时也有生出你看。我就甲你讲哦，你爱去问，好好做代志，讲你一间厝，我都有99号的门牌，叫伊安怎讲，你用两个门牌就好。我你怎么讲这件代志哈？我伫脸书顶关。我甲写出来，用一张就照片来，我写用 Word。用 Word 档，啊，以后我去甲重叠就变成 JPG 图档啊。我用脸书用个这样，几百几十年啊。这篇上一人看。差不多七八百。哦。上一人甲我转贴。嘿，我嘛有甲你转贴。转贴差不多嘛是，应该几百几百。哦，我惊一条，你敢知？这个物件，我要问的，就是讲，我要表达的哈。即马上热的，就是好友谊这99号门牌。啊，第二个就是偌清的，以这个建筑执照，啊个使用执照。对。刘龙，我天哪呢！这段时间过去拄着感官这两个，系啊，那才怪奇哦。其实我感觉就是讲，这个我迄刚打电话，这个管政府，或者什么建管科还是什么科哈、我改讲一件代志，我这个古早厝有两间，一间是阮老爸起的，伫差不多1970年。1970年、30年、50年前，五十年前，阮老爸起的，我迄嘛在读大学，起一间厝拉木，啊边啊有古早的厝是土脚厝，即嘛我甲阮兄弟就讲好势嘛，迄个厝拉木的厝
两楼的互阮小弟，啊，古早厝互我。嗯，因为我较古的物件啦，对对，啊，我小经理就会使带嘛吼。嗯，啊，我就较难去问，我要做分割，嗯，对中甲割开，对，要安怎办？伊讲你着爱去摕迄个哩房屋的迄个做建筑执照，啊，使用执照。嗯、我还有你土地的分割的那个，哎，不挂整个建整个那个土地的那个建地的独档，我就该讲，在日本时代起的厝，那种差不多我看有两百年啊，我家厝啊，上无，因为阮老爸虽然都有啊嘛，啊，阮老爸百几岁啊嘛，哈、啊，所以这个厝应该拢一两百年以前起的独家厝，两百年前，啊，不然有时个你那就。几年前三四年前、嗯、因为台风来嘛、嗯、台风来把我们的鞋子吹破去掀起掀破去破过的地方嘛、嗯啊、我们小弟说要拆掉我说拜托买啦、嗯、这个早就没了、嗯哦嗯、我们老了、啊、去叫人把这厝子再把宝宝整理好、嗯哦、这样所以这厝是日本时代以前就有了、嗯、比你你国民党比中华民国更加久哦，比中华民国嘛已经百岁年老啊，系啊。啊你、嗯，你品交物件来叫我提的建筑执照，建筑执照、使用执照，嘿。啊，一个未来叫讲啥？你会使你去叫迄个建筑师，嗯，来家你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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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诶物件，嗯。伊咧讲，我实在无爱听啦，所以伊咧讲要创啥物件，我根本都无要甲听。迄无可能啦！你去叫建筑师，叫迄落地震师啦，你嘛爱有物件来好，伊才有法度帮你的忙啊！你完全拢提袂出来，我着即间厝着阮兜的，着使用两百多年啊，着当在遮啦，你看啦，安尼尔啦。系啊，你啊，即马着甲迄个咱副总统的迄间炭坑寮共款，共款物件嘛。大个袂大个，风吹起啊，就搁甲报一个，哪报哪好看，哪报哪新安尼嘛。伊问题就是叫我开钱去请建筑师来，唔、嗯、要、嗯、要做什么物件，我唔知啦。我知影啦，伊在讲的迄个，我都捌听，我都有帮忙过一个朋友，到最后不了了之啦。因为迄个，我问迄个地震师讲，你哪会袂当帮伊讲哦？啊伊啊，拢无头无尾无半张纸来給我，迄落我唔知伫个遐，唔知有法度纸上作业，唔知做会出来。是啊，啊个，这代志就几啊工嘛，啊、嗯哦、我更加几啊工，啊站了半暝啊，十一点外到十二点嘛，吼、嗯哦。有一个时常跟我斗相共的议员，嗯，伫咱一顶馆就问我讲，要、嗯、是你迄件代志解决好未？嗯，我错一条，嗯，我错一条，哎呦，议员你服务真好，半暝啊，嗯，你因为我放伫脸书顶关，伊可能有看到，嗯，可能看到，哎，看到来问我讲，你解决好未？讲也未啦，啊，我即马我家己个来看卖咧，我若有法度处理，我家己处理就好，啊，我若处理未来，则麻烦你斗相共，嗯，我是安尼甲伊讲，我是感觉即政府你。你要爱照顾的是咱较基层这些人，对，哦，对，唔是去照顾遐个好野人、嗯，是啊，好野人大官这些人，根本唔免你照顾，人要生活足好，对啊，哦，嗯、啊你，人爱土地有土地，我爱创啥有创啥，我爱豪宅有豪宅，所以我即嘛想要甲赖清德副总统，嗯，你若有。礼拜六，你若是动算以后，是拜托你爱去处理几件代志、嗯。你爱了解，即卖少年是安怎无爱民进党，袂介意民进党，就是因为伊、嗯、第一薪水低嘛、嗯，对，第二厝足贵，嗯，啊、哦，这两个主要的问题爱去解决。嗯，啊，要安解决，我感觉我是小老百姓啦，哈、嗯，小老百姓哈，我、嗯哦、你一意见就是讲。嗯政府立法院有立一个法，就是讲赠与税。嗯，你一个人爸爸妈妈还是什么人，你要把一笔钱去送给别人，嗯，补充上送给囝个子啦，啊。嗯。较早是讲一百万一年嘛，免税。嗯。尾仔改两百万，嗯，过尾仔佫改四百万。嗯。我感觉这个方案，这个法律应该去佮取消。
对，需要你照顾的不是好家人，是是善家人，买厝买袂起家人，对，嗯、你一年去帮助伊，给伊400万，嗯，无什么意义，对，但是你一年拿5万10万给遐少年的，甲斗相共，也足感恩，嗯，对，我薪水家己先较悬嘞。本来薪水先较悬，这是爱公司有赚钱啊，无？对啦对啦，我所讲的讲薪水先较悬嘞，啊，你迄、那个啊，这个之前训练做较好势，不要迷信一下迄个什么什么照啊、证照啊那一些啦。你有的人证照考了规堆来去做，无甲一人做会起来。你莫讲啥啦，你讲主菜的迄个都记晒的迄个证照啦。迄正讲足老板都记晒足老板的吼，迄拢无证照的。啊，若有证照，你去看卖，看伊办得出来无？叫伊请一个中道堂，看办得出来无？我顶次刚去听到迄个姚立明教授嘛，哈，伊讲台湾的法官，嗯，跟他顶几年的款啦，有一个查甫囡仔叫人强暴嘛，嗯，叫人强暴啊，伊内底讲是迄个查甫囡仔叫伊吹喇叭嘛，嗯，没啦，迄个人叫查甫囡仔帮伊吹喇叭嘛，嗯，啊，就告啊，就法庭顶管，迄个法官问迄个查甫囡仔，讲你那个喇叭有没有带来？你伊在讲这个物件，就是讲，咱台湾的法官不食人间烟火，不是不是，不是，伊即马大学毕业去考一个律师，去考一个法官，考掉，伊人生的经验拢无，你要安怎去判断对唔对？对啊。所以讲判变啊，同侪，迄拢是迄二十通花啊，迄落奶嘴法官。是啊，你啊，佫唔捌世事，你嘛去要哪去评断？人普通，咱古早来讲吼，你若有两个人有发生啥问题，吼家族内底，普通拢叫上老的有无？对啊，对啊，长者啊，长者拢叫叫去迄个祠堂啊。对对对。啊，若讲袂通，我乖啊，就举起来甲你讲。对啊，人伊有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所以什么道理、什么物件，伊拢较了解。对啊，啊，你即马在法官二十几岁，要安怎去判断对唔对？啊，你法律就乱来嘛。对啊，所以讲即马就讲依法啦。啊，这个副总统爱提出伊间的迄落使用执照、建照、什么碗锅照啦。我这样唔难，即马你叫迄个贯穿的老公，你甲我提出你的土地所有权证啦，吼、哦，你去要去这个眷村，要未去进前的迄个所有权状、土地状什么状，你给我拿出来。看伊所有的，伊叫苏青你搬过来，有法度提一张出来无？啊，甲遐大官拢伫迄个日本宿舍遐住的，迄个官宿拢叫因去互占去的遐啊。你有没有那个建筑执照？你有没有土地执照？你有什么使用执照？你给他提出来。我来讲，台湾全国，伫这个台湾朋友内底吼，无甲一个提出来啦。啊，因拢唔免讲啊，啊，迄一个探空的，迄个才可怜的，迄款的，迄都爱在解恶解恶安尼吼。我想着讲，我恶国恶到尾变成反家国啊！啊，因为。你甲上尾也是打咱个东京大清朝嘛？对啦，迄已经打着打迄落无迄落杀神杀佛，神啊太刁伊啊，佛啊太刁伊啊，啊即嘛太人啊太甲欢喜啊，唔知要搁太啥太厝啊？因为太人个厝啊，因为大清朝伊即款生活，伊、对囡仔，嘿，甲国子嘛即个生活，对未来少年囡仔是一个真大鼓励。哦，你甲看这乌托团的人，啊，三十外岁，都四级放六个囡仔，和一个少年的某，因爸33岁，啊，因老母差嘛30岁左右啊，啊，生到六个囡仔，较早人10几岁就嫁翁，吼，啊，生到迄落六个囡仔，迄要安怎过生活就好啦，你看人嘛是家拖起来，搁有法度。做医生吼，啊，做甲即嘛，你伊要怀念伊母亲的唔甘的迄个所在，伊住过所在，好，你拢去搭去抬一间，迄间工地，
你继续开咯。我若看到伊在抬起，我拢改高奖，搁抬落去。对啊，对啊，伊这款，伊这款生活成长规个过程，对着咱少年啦，是真好的教育。就是讲，我出身这么低，我经过我努力以后，我有法度搁成长。是啊，是啊，系啊。将相本无种嘛，英雄不怕出身低啦吼。就是讲你出身偌低，啊你只要你勤苦打拼吼，安尼勤拼吼，安尼就会一工就会成功安尼啦。所以讲，因遐你看卖，你看迄落即卖迄落前下底迄落吼，迄、那个马英九之流啦，侯小平伊后壁敢毋是拢将官的囝，正二代、红二代、黑二代，什么义二代，啥物拢嘛迄落二代、三代安尼。我就感觉讲，若迄个偌清德，若讲这边哦，会当当选的话啦，才会这个陋习吼，拢爱慢慢该消失于无形。诶，这款就是我是感觉较无啥紧，因为吼，以即马来讲，才对中国来台湾这些人吼，慢慢啊，拢会登去，登去，所以数量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所以伊的第二代慢慢有变。台湾心，第三代都愈来愈侪，啊，过了到第四代来，伊都中国甲我无关系，所以因迄款少年囡仔伊自由的思想都慢慢啊拢会增加，所以这类物件我是较无担心，我是干咧惊迄个通战，通战咱伊即马去伊会用钱来买台湾人的心，对啊，你看这边选举都用。什么用比特币？用什么币？用什么币来给你迄落，让你抓袂到安尼？其实真济哦，真济哦。咱台湾遐个，遐个较侪在公庙，公庙啦，公庙都统一统处人开个开足侪间，台湾头个台湾尾，里长啦，遐个社会，村里长啦，社会理事长啦，发展协会即理事长，什么的长啊？啊，你拢免钱哦，你去边去讨，让你食，让你。对啊，回来还大包小包款回来安尼。原来去买迄个心，我嘛感觉这人是安尼，或者小贪的，爱钱惊死。哎，阮那讲是小皮脸。嗯，小皮脸咯。你无应该讲是有啊，小皮脸我知啊，小皮脸唔是讲这是小贪。哎，小贪对，小贪诶，迄个小皮脸无关系啊。小贪的效果就是小贪就会两家人啦，对啦。哦，你想要吃人家那一点米，剁剁剁，你就走一家人内底哦，互人杀啦，嘿啦。对啊，所以咱甲赖清德副总统甲鼓励一下，就是未来你若当选以后，拜托你甲这条呢司法，爱改，对，无好的所在，你一个案件，就迄个做。高什么？高宏安，高宏安伊安的罪证拢遮清楚，拢交证啊，啊你拢唔办，对啊，宜兰的馆长，罪证嘛拢足清楚，拢唔办，啊这法院到底咧从啥？像有台东迄个姓薄迄个啊，迄落迄阵啊，华联啊，华联姓薄迄个啊，迄阵啊，迄落车唔着拄啊发生车祸嘛吼。我当场看到迄，我就甲迄个三阳老师讲吼，我讲你看哦，傅昆萁唔免一个月，也是三个月就该放倒来吼，结果无三工就倒来。啊不，啊不，变来叫华联王。因为伊迄个出代志，迄个遐个迄个江苏省，迄拢华联王经营的嘛，所以讲啥物就该放倒来。所以讲哦，咱唔通安尼做甲安尼哦，讲你民进党上台了，咱希望讲民进党上。会上台地，但改革讲将这个老炮的赶来上歹的中国党赶来台湾这吼，爱让伊消失于无形。咱当然有迄方法，咱小民啊，咱小民啊，咱也无才调去撼动得了他。爱就爱讲吼，咱选票委托你，大家人的选票委托你，啊，你起来了，你就爱好好啊做安尼啦。啊，民进党不是讲无做，有做啊，但是做了拢袂得人听。对啊，你看食鸡迄个做，这料的咯。嘿，对啊。食鸡的是料的，啊，罗明才，啊，搁一个。这个中和的姓张的，嘿，对啊。
啊，马红马马马那个什么？马文君哈，马文君，啊，都花莲啦哈。谢依凤诶，迄落。谢依凤迄个，诶哈。啊，其实啊，搁有呢。张荣威已经什么宫啦，什么？新疆迄啊，有迄落羽松迄啊，游览车当直接塞入去内底去佚佗。圆光园嘛哈。系啊系啊。啊，遮个人拢占用。占用国家的土地，是安尼政府拢唔办。是啊，哎呀，我就感觉讲，那起来了，互人看的袂做的遮吼，爱用什么款的迄个方式吼，即马拢袂怎讲哦，我就甲你掠来抬啊，唔是中共嘛，我都互你洗身躯浸水浸死去安尼，唔是安尼，唔是安尼嘛，啊嘛唔是你跳楼吊刀的代志啊嘛，就是讲哦，咱爱用吼应该。吼，有设迄个法吼，啊，落好啊做，就是讲咱选择的人吼，咱爱互伊讲正港有台湾心，有咱的爱台湾迄款的心，才通啊转着互伊安尼啦。对啊，咱政府哪有法度去甲台湾的贪钱、贪污吼，减一半？我是想讲，你若会使去甲减一半，官商勾结、勾结，这物件去减一半来讲吼，其实咱即马学生囡仔对生出来。到二十岁，国家拢出钱，对啊，啊，迄个读册拢免钱，对啊。你看苏联，俄罗斯啦，哈，伊是共产党，独裁，但是当然因贪污嘛真济，对啊，但是因读册拢免钱嘞，是啊，做在国家读册唔免钱，对啊，咱台湾先做袂到，是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希望啦。讲明仔载会较好啦，明天会更好啦。嘿啦，好啦哈。咱拄则是用抱怨。啊，咱袂抱怨啦，咱拢是用鼓励，啊，用足快乐的心情啊，咱来对宜川啊吼，来看讲四季有啥物所在通好食的吼，啊，咱后边啊有去到遐，哦，咱就来食遐的物件呢。是，因为老天哈，老天呐对台湾真好，就是即马台湾开始出头嘛。对。啊，开始出头天，出头天的时阵都爱去表，当然咱台湾人。大部分来讲拢真好，对，啊，拢真好，哦，所以大家人上好就是人嘛，是啊，啊，人甲人中间，大家人互相斗相共，对，咱嘿，你去看到较艰苦的人，咱甲斗相共济，是啊，是啊，啊无，无嘛就一个较好死的，对啦，咱唔通学习到迄落中国人迄款的无血无目屎吼，安尼无半点感情，安尼自私自利，安尼心肝足强足塞的迄款的迄落人性的迄款的迄落负面的迄款的代志哦，咱唔通甲中国人学。虽然教科书嘛甲咱教到安尼哦，儒家思想最恶毒的，尤其孔子迄套吼。啊，家己做袂到，阮叫人去做嘿哦，咱唔通甲伊学，咱爱用咱台湾人的心，咱的士大人教予咱的吼，用迄、那、落、個，你看卖，人迄两个，两迄落厝边隔壁两个袂合嘛，结冤仇嘛吼，哎、啊，这边隔壁的人吼，那死人吼，因这边吼，拢大家点点，较闪的，唔敢讲哦，哦，因死人哦，我都足欢喜的吼，安尼来吵呢，咱台湾人袂安尼呢，是啊是啊，哦，咱台湾绝对袂安尼。所以讲哦，咱来看讲哦，这中国人甲台湾人哦，因伫这个欺负台湾人欺负，甲即马共八十年啊吼，已经到啊啦。哦，啊，咱投票的时阵，咱就爱较注意一下安尼。对，顶几天我咧看你，日本是地震嘛？日本地震嘛？哎，对。啊，中国有一个电台，哎，主播，嘿，伊咧讲要怎么？讲什么？伊报应啊！讲伊意思讲，迄阵啊有。日本卢沟桥事变侵华的时阵，安怎安怎的，都咧假混的啦。讲南京大屠杀，你南京几口人，啊，杀死偌济人，唔是讲杀死济啊，就有问题。咱台湾迄阵才600人，你都杀死28,000+个，啊，失踪的拢无算，你都无讲，吼，啊，都咧讲。听讲，马上就叫免职了呢。无啦，迄暂时讲叫他调职，不是免职，调职无啊，久个转来，几工啊就转来啊。因遐也无在讲，无在讲这落个呀，嘿呀。好啦，啊，咱今日讲到这啦吼，啊，希望讲迄落啊，有爱台湾的、有良心的吼，啊，会当当选啦。嘿，啊，大人拜托咧，你目睭不要紧，啊，选了对，选对人，台湾就行民主、自由这条路。对啊，咱即马咱袂当讲哦，你去中国明知啊无好，伊啊若有好，伊哪会将国民党赶过来、赶出来？安尼，啊！你看，家赶出来台湾，伊国民党伫台湾偌好，啊！所以讲哦，咱着爱去甲
日本啦、美国啦、吼、欧洲啦、世界各国的人做朋友，咱唔通去甲中国人做朋友，定定咧欺负咱的人去甲伊做朋友安尼。是，我昨看到一个节目吼、台湾大学政治的一个教授，刚说左啦，左边的左，一个点嘛咧讲，一个中国，伊讲伊的。我讲我诶、我讲安尼，你不过做台湾大学诶教授，头壳无清楚。我若要是台湾，各自表述。我若要是台湾大学诶学生哦，即款教授，我未去选伊诶课。老师，你到一边坐着啦，我们来讲给你听啦。迄完全无道理诶代志，做教授，哎，天啊！好啊，咱今仔日咱赶快咧咯，咱诶即个好啦，咱来挂掉，讲到遮差不多啊，唱歌开，唱歌好来哈，注意注意啊！来去遮开夜单，去遮开夜单诶演耍，变一趴，先念一个，先念一个，迄落迄有生字，即个。即爬瓜哈，来，即班呢，即十波呀，即马迄个十波呀，即班呢也敢开夜单，无要甲你收车盘，有啥本领变来看，唔惊你会起落满。即意思拢知啦吼。伊那恁讲哦，那讲这班的，这班的不是这一班那一班，啊，有什么用字啊？我说他用字那样班，迄个班就是迄款型。你这班呢，就是你这款型。哦，好好好。你这款人。好好，你这说的。哎，你这说的对，哎，你这班呢，你也敢来开个单？好，你去讲嘛。对。无为。来清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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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班也敢来开夜单，无要甲你收车盘，有啥本领你变来看，唔惊你会起落满。噔哒啦哩滴，噔哒哩滴噔。我不要去无啥讲对无？嘿，我今仔日这是尾奏，自由发挥啊！这是尾奏，因为早上要结束啊。哦，好好。早上要结束，今要做尾后就尾奏，而且尾奏就不哩好听嘞。一路满意。好，啊那要搁靠。靠能量的哦，高八度比较哦，好，基罗摩耶，好来，噔噔噔啊，所以我甲好像讲，你若唱会悬起哩哦，你就唱较悬啦，啊若唱袂起哩就。放几个啊？哦，啊，那憋住这的话都有关，哎，声音真关。一般也打开几多门，不会家己就加满，加本钱你变来。
安尼就好啊。哎，哎呦，遐紧哦。四句尔。快乐的时间拢是较紧过。十分钟足紧嘞，好，十分钟足紧。好，好，安尼咱今日就感谢文成老师哦，到遮啦哈。咱拄则讲的，咱唔是埋无埋怨的意思。是哈，咱是看到什么代志讲出来，啊，希望讲台湾会较好啊。是啊，是啊，是啊。台湾行正面一条一条路，咱保护咱民主自由，是啊，咱拢行共一条路，咱拢伫咧路上。咱若听这个人诶，候选人伊讲话，伊若拢未晓讲正经，拢专门出来伫骂人，迄哦，迄绝对都唔通当而已。好啦吼，就安尼啊，嘿，好，感谢。謝謝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可以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